看看那俩宝宝多会玩。嗨，玩吧，我还叫奶奶去干活，我去给奶奶洗刷刷衣服洗洗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叫我玩，那个都拉住我，不叫我啥都不叫干，光跟着呢。看见俺这俩造反派，这屋里给我扔的，给，给，这他俩一睡，我该收拾了，赶紧干活，一会儿一醒了，啥也不叫我干。这是昨天晚上给俺孩儿他们蒸的卤面没吃完，那我给门口烧几颗蒜苗给他炒炒，炒好再给小宝他俩擀面条。这是前天包那个水菜饺剩的面，给他擀成面条。芝麻油，那个卤面丸我炒好了，恁吃吧，吃了你儿再喝点手擀面，葱花清淡的，小宝不是不带劲的，弄点清淡的。睡了？睡了。你那个先吃卤面。我先吃个这个。吃那一种吃。可健康了。好了，没长盐，没长啥。哎，这葱花里头长满了。我挑完了，我再放点。咋了？不是甜的，你给他俩弄的肯定甜的。有点淡。你一会儿你再你放点生抽也中。你这弄了俩青菜打的。你看那天包那个菜饺，水菜饺，那是青菜打了汁儿。开始吃了喂，闻见香啊！一跟那个嘴，他胃口都好得很。起来哟，一跟那个嘴。我看你天儿喂的，哎呀，那连三赶四来吃。咦，满脑不中，供不上了，他都该急了。好吃啊！这好吃啊喂！哟，你吃不吃啊呀？你现在不吃完，不吃一会儿饿了再吃。你瞅恁妹，你吃着啥时候胃口都可好？咦，张着嘴等着吃。啊，凉凉的呀，可烧。你叫他吹，他会吹。你吹一会儿。你吹吹呗，吹吹。哎呀，可笑了。
啊，吹吹吹来，咦，咦，哎呀，真棒！嗯嗯，还会吹吹，你这真能啊！嗯啊啊，走。还是那手擀面好吃，好吃，比那买来面条。你叫俺叫俺吃，吹，吹歪。这个天多好！今天回来早，多歇会儿呢。干完吧，我走了啊。偷偷的。来了来了。你来哪了？啊？坐不下你，这车坐不下你，只能坐我一个人。你走吧，啊，回去吧，回去找奶奶啊，去回去找奶奶。呀，老实点，我走了啊。